今天呢教大家画一个美人蕉，我们用这个藤黄色笔尖处调一点朱标或者是曙红色都可以，然后呢去进行刻画就行了。掌握住花瓣之间的一个聚散关系，稍微的点缀上它上方的纹路以及它内部的花蕊，勾勒上它的小花苞，这一个花我们就刻画完成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